这是我党不相信贵党吗？贵党和民盟提出的席位数是14个，政府认为12席比较适宜，毕竟还要留给青年党和国社党这些在野党派一些机会。民国34年，中共全国党员120万人，而青年党和国社党两党加在一起，若有80万党员，那么给他们8个席位，我周恩来没有意见。 国府委员席位分配似乎不好按照党员多寡来分配吧。恩来兄，和平，从战争胜利，贵党就叫着要和平。这一转眼，快一年了，军事上谈谈打打，马歇尔将军到现在还在奔走调停。政治上呢，为了2个席位，锱铢必较，如同商贾。这就是贵党的和平诚意。子修兄。 8有之前，国军在东北可有一兵一卒。从去年9月到现在，蒋先生前前后后调了30万大军出关，这30万大军是用来对付谁的？林彪将军麾下的部队占据东北，奉的是谁的命令？子秀，你可知林彪所部为何名叫东北民主联军吗？ 那是因为他们来自一支名叫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军队，那是在日寇盘踞东北14年间，东三省国主之上危害在拿枪抗战的中国军队。敢问刺绣兄，赵尚志战死在鹤岗武通河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赵一曼在朱河被处决示众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东北抗联坚持抗战14年，政府可给他们填过一个兵，发过一次饷？ 赵尚志是黄埔武器，赵一曼比他晚一级。子秀，你也曾在黄埔军校手握教鞭，扪心自问，你不觉得愧对这两位血洒疆场的好学生吗？他们会批准你去美国吗？国防部已经批准了名单，这是和美军交流的一部分。 我是说，你真正的上级。2号车也到了，小心。 给林滚！发回局里去，换人。给警察局交通科打电话，那辆绿色的车去哪儿了？立刻查。新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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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大又新鲜，你看，美美哦。 青菜，青菜，看看，来，你看看来，这个青菜也不错哎。看到我脸上。来，青菜。
小慧回来了。啊，嫂子，来了一位朋友，在屋里等你呢。朋友？嗯。啊。你好，小慧，你们不认识啊？ 跟我走，去哪儿？胡公要见你。交通科还没来电话。 车回来了，别起身，听招呼。明白。 守在这儿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是，请进。护国，出了点问题。 Chairman, this is my 8th visit to Lushan. It truly is a beautiful and enchanting place, but I'm afraid I may not want to appreciate its beauty for a 9th time. 将军阁下，这恐怕不取决于你。 General, I'm afraid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you nor on us. Then, who does it depend on, Chairman? 他说：“那取决于谁呢，阁下？”共产党。General Marshall, enjoy coffee. 将军有点烦恼。华盛顿给他的压力很大。他带着和平使命来中国的，很明显，他的使命快要失败了。哦。 那责任在谁？不谈这些。这是国防部交给我们的去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深造的军官名单。这个人熊什么？熊慧泉，中国人的习惯，慧泉是他的字。他的名字叫熊向辉。对，就是这个人。你跟他熟悉吗？有一些印象。 不过不熟悉，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就是马歇尔将军问过我，关于这个人，他很感兴趣。前几天我家附近来了一个美国人。
打听我兄长的情况，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。如果那笔记本上就那么简单的一行字，我认为危险不会太大。不能掉以轻心呐，这是秘密工作的大忌。我在胡德身边待得久，看到了许多机密的资料。我认为美国人对华的情报工作也就那么回事，和戴笠的军统比起来，还差得远。 如果马歇尔将笔记本交给国民党方面，你就会很麻烦。嗯，我该怎么做？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？哦，能待一阵子。西安那边近期没什么事情。这算是一个好消息。你要出去躲一躲。多久？如果危险解除。 会通知你回来。如果危险被确认，会有人安排你转移到苏北根据地。你的未婚妻叫盛萧华，嗯，她知道你的身份吗？知道，但是南京家里的事托付给她，你去上海。哎。